快看呐，这家奇葩的店，肥罗庄一号店，肥罗庄五号店，肥罗庄四号店，那边是肥罗庄二号店和三号店，这条街都是他们家的吧？你看那人又写总店四号，哎，总店四号店。哎天，上面还有六号店。哪儿？哦天，那个没亮灯的是六号店，看到了吗？哎，它上面也有个 R 标识，这个 R 标识好像比较厉害的那种才有，我们去西安看到那个西安饭店就有。真的吗？那里居然有个房车可以停这里吗？他是守着肥罗庄在吃吗？哎，你好，您都是一家吗？全部都是一起的。一共有多少个桌子啊？100张桌子。就是全部加起来吗？哦，好的好的。一桌子可以了。哪个是你们总店啊？我们是一起的，都是总店。哦，就是一个厨房吗？一个厨房，一个老板。哇哦，那坐哪儿都行。哎呀，来吧，我们的螺丝鸭脚煲。这是酸笋吧？酸笋。然后主角一，鸭脚。哇。这个是我加的豆腐皮，他说这个煲里本来没有豆腐皮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能不加豆腐皮呢？这是腐竹。腐竹不就是豆腐皮吗？但是它的学名叫做腐竹。这是豆腐泡。哎。这个是啥妈，你猜一下。紫菜，紫苏。哎，你居然知道？哦，你已经看过我视频了，哈哈哈哈哈。然后这下面还有，我们边吃边看吧。好吧。不想把它翻乱，这么美貌。哦，这个是主角二号螺丝。然后看看，屁股是很贴心的剪开的。虽然我没吃过螺蛳粉火锅，但是我觉得田螺鸭脚煲应该是差不多的味道吧。快吧，来来来，开始，受不了了。哇，我要吃一个这个腐竹。哇，我也要吃个腐竹先，大家都忍不住要先夹它，因为它是那种特别能吸汤汁的。这一份煲呢是65块，我加了一份腐竹是20块钱。我妈觉得太大份了，我觉得还行。我觉得刚好。哦，被烫到了，但是好好吃啊，这个豆腐泡，小心很烫。哦天啊，这个泡沾满这个汁儿，吸饱了汤汁上的豆腐泡。妈咪你也小心点哈，烫。嗯，哇哇，他们家汤好鲜。是有螺蛳的汤都比较鲜，我觉得。哎呦，爱上。是不是一点螺蛳粉的那种臭味都没有？他们这边的街上其实螺蛳粉和螺蛳鸭脚煲都是没什么臭味的。阿姨，你尝尝豆腐泡，超好吃。你看这颗鸭脚。我天，我天。这个皮看到了没？这就是那个油炸了以后炸成一整块的那个皮，然后里面是骨酥肉烂的感觉。看到了吗？看到。骨酥肉烂的感觉。看到。来，妈咪来一个，喵总你也来一个，来呀、啊，整齐。嗯，天哪，好貌美啊！哇，它这个皮真好吃。是啊，全都是炸的，就那种不像它里面的酥软的这种感觉，这个外面的皮是一整块。嗯。这种奇异的违和感，它这个酥软的程度啊，嗯，就是轻轻一搓，整块就掉下来了。嗯，是完全脱骨的感觉，好不好吃？虽然很入味，嗯，然后也很酥烂，但是好像味道上差一点点。特别可以，我挺爱这个味道的。嗯，我还喜欢更浓郁一点的汤。这个豆腐皮真的是，我觉得在柳州吃螺蛳粉，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加豆腐泡或者豆腐皮。嗯，他们这边豆腐好吃，关键是他把他们都搞得很入味。嗯，就是它中间的那个蜂窝眼很大。对对对，特别能吸汤汁。嗯，然后一口咬在嘴里，一吧唧，那个汁液四射，让我来撞击到整个口腔和味蕾。我来说一个，好棒啊！
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柳州人的标准？我觉得呀，在柳州梭罗，要是那个螺丝不能一口梭出来，那就可以判定为不及格了。都可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是合格的。哦吼，打脸来得太快，都不信搞不出他来。哎，再来条酸笋。哇，咱们要不要加饭？它的酸笋没有太酸呢。嗯，你们尝一下。嗯，要再酸一点就好了。就是我觉得它那个汤头不够浓郁，就是也不太酸，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鲜。哦，这种饱满的汤汁真的好，太好吃了。我特别喜欢他们这儿的豆皮和豆泡。你觉得应该要一份饭不？我想吃饭。我觉得这个汤汁淋在上面肯定好吃。你点吧，就是这个味道，阔别一年的柳州的味道。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我每年都能来柳州吃一下螺蛳粉和螺蛳煲。我们上次来的时候都没有吃到这家肥螺庄，这次补上感觉特别爽。看，看看，这个应该是荔浦芋头，这么大。哇，这是炸过的吗？试一下。稍微炸过，不然会太粉了，煮在里面。哎呀，好好吃啊，这个芋头。嗯，特别好吃，苗总来一块。谢谢。老妈，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还可以哈。看来叫个大锅是正确的。嗯。哎，这里还有可爱的小鹌鹑蛋，这个也是可以单独加的。来尝一尝。看看，嗯，我有个想法，我觉得鹌鹑蛋炸一炸再煮在里面应该会更好吃。我也觉得，我刚才还在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炸，就直接丢进来了。我觉得螺蛳鸭脚煲可能会是以后风靡全国的螺蛳粉火锅的锅底原生形式。来呀，喵总打分啊。83，我本来想给他打85的。嗯，但是鹌鹑蛋我觉得应该炸了之后再丢进来煮，要扣两分。我给80。嗯，我觉得汤的酸度还有鲜度都差一点。嗯，但是食材处理还是很棒的，不是一般的棒。嗯，好吧，那今天初到柳州就先吃一个螺蛳鸭脚煲吧，我们明天再去找别的东西吃。大家喜欢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和评论哈，拜拜拜拜。那边是一条有才艺表演的狗子，刚才是自己跳上去的。这是一只另外有才艺表演的狗子，加油哦狗子。嗯，来，这是第几组啦？第4组。